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超大的胶带球，比我的拳头还大，要109块钱一个，周长是17厘米的，我自己都没有卷过这么大的胶带球呢，所以我特地只买了一个。嘿，已经买回来了，足足等了我一周的时间，因为它是手工做的，所以要等这么长的时间。现在马上开给你们看，开拆。嘿，嘿，里面有2卷胶带，还有一个球球，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呢，先把它拆开。哦，感觉好黏哦，放到手上也不算很大嘛，咱们来量一下它的周长，还有测一下它的重量。啊，说好17厘米呢，怎么只有16厘米？重量是54.2克，看着这么大，原来只有16厘米，还差了1厘米呢。这里都有点不平整了，咱们用其他颜色的胶带给它补一补。我就选一个黄色的。最后我还是把它剪成了绿色，现在量一下它的周长。哎，现在已经17厘米了，实在太厉害了，又增加了1厘米。现在就把它切开，看一下里面一共有多少种颜色。解压时间来了。哇，好美哦，这千层彩虹。哇，一层一层的，像个梯田一样。再往里面切，还有一层，太惊喜了。我还以为它的球心是黄色，原来里面还有，哇，超美的彩虹圈，这里还有很多泡泡呢，估计是刚卷好没多久，如果是很久的话，就像这种已经消泡了。切开的瞬间实在太解压了，你们能数得出它一共有多少层彩虹吗？你们觉得我花109块钱买的胶带球值吗？喵耶！